的隔壁，角落的橱窗里，孤单的空气散落堆积。我就在这里，痴痴望着街景，唯一的兴趣靠着墙壁。越越看见你视频，有点着急，是不是在找东西？汗水夹杂着香气，向我靠近，只剩一步的距离。我一见到你就会忘了呼吸 ，Baby sit down please 坐我这里。我一见到你没有别的反应 ，Come and sit on me。丝绒般细腻，包覆着神经，忘了反应。没半点迟疑，我和你的距离，无条件舍去0.01。我也懂你的心情，有点着急，是不是还拿不定？倾听着你的寻觅，不用怀疑，因为我在这里。我一见到你就会忘了呼吸 ，Baby sit down please 坐我这里。我一见到你，没有别的反应 ，Come and sit down please，Baby you make me so so hard。好好好，激动的歌迷哦，可见他已经期待这场演唱会期待很久了。Sit down, please. 送走了已经成为爸爸转型的，就是变成熟的灭火器之后，明天我们就要迎接。他们应该不可能在这个 EP 就转型成。因为之前我在另外一个节目，然后他们也是自己在介绍，就是转身成二手家具店，在转身成椅子，在二手家具店等待邂逅的我，是否搞错了什么？对他们就有点煞有其事的在讲他们做这首歌，嘿嘿，就是因为想说，如果有因为我们在聊我们是椅子，那可能我们在就好像把它跟人生的那种来，本来就是他们不要再瞎讲 ，You make me so hard, sit on me, 坐在我身上，你能够讲出什么？反正他们那时候就很。认真，然后也没有用一些，也没有在笑，反正就是认真，还是他们认真讲话，都觉得很好笑，就会觉得你们到底想说什么、啊？这是真的吗？这台面上的故事吗？当然是假的啊！可是因为他们讲得很认真嘛，他们的声线就是有点老实声线的，就是他们好像很适合讲谎话哦。他们可以参加虎烂王大赛，还是明天我们来办一场虎烂王大赛？哦，会输哎、欸，你就输给他们是不是？一定会输。对，我也没有什么自信，没什么自信。那他们垃圾话很多哎、欸，那这样会不会破绽百出？因为太夸张。不会，他们会用无比的自信弥补回去。不需思考。好了，明天的哥哥妹妹啊、不是，明天的飞碟有一点呢，冰球乐团就会来到现场陪伴大家，然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故事。我是觉得呢，你在其他地方、不管是广播或是电视或是其他网络媒体听到的，跟接受我们的访问听到的，绝对会不一样，再带你。我们明天就先正式的问他们，请问这首歌在绝对会不一样说什么呢？因为一个主持人跟一个访问者，他问的问题，对啊，还有他那个态度，还有对来宾的那个频率的对接，会影响整个走向、我总不可能今天遇到一个看起来就很严肃、很认真的好爸爸，然后在那边跟他说：“哦，我就是希望成为一个椅子后，然后女生可以坐在我身上，然后我可以自己之类的，对不对？”但是面对我，看到可是他好像是在说，就是你如果是一张椅子，可是你遇到一个，你要怎么让他知道呢？然后他们到底讲什么都记不起来。你直接想，你要转身成椅子，然后人家坐在你身上这件事情，细思极恐啊，各位，各位。这段明天再留给他们吧。
个椅子的椅面上面，还想讲椅子？椅子椅面上面。好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哦，不能讲是不是？不能讲。这个小时美眉爱漂亮的人，精华液。精华液跟化妆水跟保湿乳霜。液，是不是？精华液。精华液简称精华。不是精。不是。也不是华液，就精华。都想要的，当我们却拥有一整夜的时间，逃避那些我不想要的。So take what you need, I get mine。不敢浪费如此不堪的念头，这难得的。怎样怎样？笑什么笑什么？有人说你小学生你？我啊，我是小学生吗？我现在已经开始把频率调成跟冰球乐团一致的频率。你在说什么？啊？那就是原本的你，你不用调。你今天这个才是需要比较调整一点的。原本的我是马克说书的我，好吗？是哦。对啊，我认真马基 man 哎。你的原厂设定是马克说书哦。我的原厂设定是马克说书，我为了要娱乐你们，讲这些事情好不好？拜托。干嘛？我一直发的声音，你就可以阻挡我的频率，是不是？然后带你看看不安云和的彩虹，那就躺在床上不安的摆动。一直冲，一直动，外太空没有风。Yeah, 为了你冲的无限暴食，我把三度四度干到，浪漫随时保持，轻火高调不断暗号。绝对就配上爆米花大雪碧，再一点歌曲冷笑话，哪怕会冰天雪地。Oh my god, oh my god, 你让我醉了。这有我守护在，慢慢的退着。Oh my heart, oh my heart, 就这样说好。喜欢的漂流在心肝的飘荡。和你一起飞到宇宙外太空。然后带你看看布满云和的彩虹，那就躺在床上不安的摆动。你要我一直冲一直动，外太空没有风。带你歇斯底里，拉丝在你瞳孔 ，Everything get ready， 今晚只想兜风，身体动次动动，眼神带点朦胧，那些假面的男生算是什么东东？还是迷恋着醉的妩媚？不偏好色，不念去吃亏，起火已准备，天大的王位，成为我的龙王，现实做个防备。想要和你一起飞到宇宙外太空，然后带你看看布满云和的彩虹，那就躺在床上不安的摆动。你要我一直冲，一直动，外太空没有风，一切都太美好。想要和你一起飞到宇宙外太空，然后带你看看布满云和的彩虹，那就躺在床上不安的摆动。你要我一直冲一直动，外太空没有风。
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《漂亮美好》，2:17，我们的妹妹爱漂亮，就是希望你漂亮美好。广播女生要说什么呢？如果你有看那个 Netflix 日剧《我们离婚吧》，那因为我刚好看了一集，我看了两集。如果大家在看的话，因为我刚好看到有人分享说，他们是蛮特别，是上线后在日本才举行那个记者发表会。那这个日剧呢，可能很多人很期待，是因为是两个很厉害的脚本家写的，工藤官九郎跟大石敬。但大家觉得最难的是，如果两个这么厉害的剧作家、脚本家，他们要怎么一起合写这一部日剧？要怎么合呢？然后呢，就说就是他们其实制作人已经有个故事简介，然后比如说这部分会用蓝色的，这部分会用红色的，然后就会发出去说蓝色就是工藤官九郎，红色就由大石敬来写。然后有时候呢，他们会写一写，比如说大石敬这一集他写了3页之后，就会 mail 给工藤官九郎说，哦，接下来有3页换你，有点像交换日记接写下去。然后大石敬有时候会说，这边就突然觉得我要个好笑的，就挂号说请工藤帮我想一个好笑的东西，然后。就会放一个好笑回来，就让我觉得，他就觉得说，天哪，这真的很好笑哎！天才脚本家原来就是这个意思，可能就是都会有些很出乎意料的东西在里面。那因为他，我们离婚版里面真的有一些蛮奇怪的角色，所以他就说当初有个角色创作出来的时候是工藤官九郎写的，大石敬就说他登场。到底在干嘛？我真的看不懂，然后还会赖他说你到底我啥都没有，我就真的不知道你冲啥，然后他就解释说哦，他为什么会这样。然后里面有个很怪的渣男角色，是井户亮演的，就那种出来然后就是看你眼神都很色，然后他是一个打爬青狗的艺术家，然后你说我是爬青狗艺术家，就是那个也很瞎，那个是大石敬写的。然后工藤就说那个角色他介入不了，他还问他说，他就想问他说这男的哪里好，为什么喜欢这男的、啊、这男的就很糟，就是他们都会有互相有趣的对话部分这样子。哇、就是如果你看过的话，再看他们之间的交谈，你会觉得蛮有趣的。哪里看得到交谈？这个在韦氏牌的电视笔记。大家快躺好，下午大家要上班，不能躺好吧？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，好棒哟。马克叔叔说故事咯，2:48，亿万富翁在旅途中教会我的事。好，现在他们呢已经进入到了中欧了，中欧偏东欧了，他们要去斯洛伐克、捷克、波兰跟德国。在斯洛伐克中央车站呢，很像韩国小镇上会有的风景，让我想到小时候啊，放假坐火车回老家会看到那种车站。前一天晚上才下过雨，春日的阳光清爽的洒落在站前的广场上。我们提早了一个小时到达，所以就在长椅上面很悠闲的观察人群，享受和煦的阳光，然后聊天。像这样坐在这里啊，让我想到小时候一个人呆呆的站在釜山站的回忆。哦，富翁啊，最近你也会一直想到那段时期吗？哦，当然啊，根本忘不了。当时啊，没有家人可以依靠，就算肚子饿，也没有钱买面包。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关于不该体罚的概念，要是不小心摘了别人家的果子来吃，就会被打得惨不忍睹。什么叫不小心？这就是偷啊！你在说啥？请如实朗读好吗？啊，感觉好像还是昨天的事，但转眼之间我已经60岁了，人生真是快到让人难以把握，对吧？真的快到令我害怕，我时常觉得自己的心好像还在20岁。我想要加入布拉斯提拉瓦的年轻人闹哄哄的小团体之中，跟他们一起嬉笑谈天。不过啊，当我突然看到玻璃窗映照的脸庞的时候，如梦初醒，我吓了一跳。窗里映照出是一个呆呆站着的中年大叔。虽然我的心还很年轻，觉得自己什么都做得到，可是啊，细数余生就会发现，还能工作的时间大概剩15年，而我却像一栋连地基都还没打完的建筑物，进度严重落后。想到这边，我就变得非常的焦躁。富翁啊，读懂了我的心思，他用低沉的声音说道：旅行结束后，你要抱着必死的决心，努力朝着梦想奔驰，努力过后再回头看看，你就会感到非常的不可置信。
那真的都是我做的吗？我的人生啊，就经历过三四次这种瞬间，努力播种、种树、施肥、栽培，到了某个瞬间，睁开眼睛会发现，大树上已经结满了果实，果子多到连篮子都不够装啊，然后全部都烂掉了，种到树枝都快被弄弯了。只要你足够诚恳，死心塌地的期盼并努力着，你一定也会遇到这样的瞬间的。老师一有空就不断的鼓励我，给予我勇气，那我感受到他的心意呢，就有点想哭。因为在成为大人之后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比起带来勇气的言语，我更习惯的是别人的指责、批评、重伤、嫉妒和嘲笑。富翁说，恳切的态度会为你带来奇迹。那我听到老师的故事啊，就想起了 J.K. Rowling， 哈利波特的作者。他呢，在他乡生下了孩子，离婚后回到英国，然后设计哈利波特一系列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抱着孩子就成为了哈利波特，他搭的火车就成了霍格华兹的特快列车，在痛苦与迫切感交织的瞬间，迸发出令全世界着迷的惊人故事。老师呢，就坐在这个长椅上享受的日晒，后来又转头来看看我的眼睛，他突然说，想要成功就要度过好几个死亡关卡，我觉得你没有承受过那种辛苦和痛苦，所以不太清楚，要不要现在让你稍微尝尝苦头呢？什么意思啊？他不会有个隔离的房间吧？我说不出话，我当时呢，好像看到了 J.K. Rowling 的心情，他是下定决心，无论如何要守护自己的孩子的。富翁继续说道，江局长，接下来你会经历很多的难关，但无论如何，你绝对、绝对、绝对、绝对不要放弃。这是我的亲身经历，做生意绝对不会失败，只是有些人会因为感到疲惫就放手了，所以他才失败。只要记住这一点，这趟旅程就有了意义。记住，人生是属于你一个人的，在你超越痛苦时，就会收获名为成功的果实。有多久了没有流汗？刚好今天呢，读富翁的话读到了这一段，然后我今天早上在 YouTube 的演算法呢，突然演算法推给我《风筝十年》，然后我就看了《风筝》，《风筝》就是那时候我要飞。哦、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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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一群十八岁的高三生，他们自己做自己的毕业歌，然后是全台串联，所以有非常非常多的高中，然后他们的毕联会吧，然后一起合作，然后做了这首歌的。那这首歌呢，后来在当年取得了巨大成功，所以到后来呢，就变成好像每个高三生都要做这件事情，所以有后续的有还有其他什么气球什么有没有的，更多届。那已经过了十年，从2012年到去年2022年，所以 Line Film 就帮他们拍了一个纪录片吧。我就一开始看的时候呢，因为风筝那个时候在红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在电台，然后就一直在放歌，然后一直接收到这样的点歌，所以我知道它非常非常红。可是就是它没有打动我的部分嘛，就是那个时候听的时候。可是十年过后呢，我在听，还有我在主要在看这些 MV 的时候，我真的鸡皮疙瘩从头到结束那六分钟的影片，因为我很好奇他们当年十八岁的每个人，他们过了十年，也就是28岁的现在，他们在哪里，他们在做什么，所以我就很好奇。那当然有些是我们知道跟认识的，就还在音乐圈当中，那有更多呢，就开始做他们自己现在的工作这样子，所以我就是看完了以后就蛮有感而发的，然后我在我的 Facebook 上面就写了一篇，就是当年18岁那群为自己写歌、为自己创作毕业歌、全台大串联的同学们，经过了十年后变成了怎样的大人呢？18岁，我们对自己的未来是充满想象的，想要知道是不是从小听到大的那一句“等你长大，等你长大”，真的如父母师长所说的那么棒。也是要再过几年之后才知道，哦，我其实是从小被骗到大，什么等我长大，长大的迷茫比以前多太多了，而随着时间过去，自己的勇气却比以前小太多，少太多了。
十八岁的你会想象到现在的你在做什么吗？十八岁的你会喜欢现在的你的生活吗？然后这支 MV 呢，在后面的时候有把他们十年前的照片、影片的影像拿来跟十年后的他们做个对比。我看我自己的投射，我就觉得好像我们都回不去那个十八岁那种无所畏惧啊，很天真、很单纯、发自内心的笑容。二十八岁的他们，有些人不太笑了。有些人挂在脸上的是社会化的微笑，少了很多很多的纯真跟兴奋。十年的改变很大，那我当然很期待2032年，就是38岁的他们。我想要知道有多少人会愿意参与拍摄，然后38岁的人生，他们又过着怎么样的人生？那我触发部分呢，就是刚刚江局长，不是江局长，刚刚那个富翁所讲的，就是如果我们每天就只是这样试图一天过着一天，一天过一天，把一天过完就好了，可是没有检讨自己是不是走在自己想要的路上，可能我们一天就只有偏离我们的梦想跟目标只有一点点，可是十年下来的偏离累积起来，我们就会变成跟理想中的自己是完全不同的模样。时间的力量之强大，在当下我们是浑然不觉的，总是要到了5年10年以后，我们才会变成，我们才会惊觉，哈。怎么会变这样子？今天就用我在 Facebook 上面的这篇文章跟大家说声再见，让我们继续一起去跑步，希望可以跑在朝着理想的、喜欢的自己的路上前进着。肉肉，我是欧马克，我是玛丽，一肉肉。